欢迎收看综艺玩很大，我是今天的观主盛竹如。热情的港都是恋人的故乡，美丽的港都是度假的天堂。这次依旧集合了两对痴男怨女，他们能摆脱命运稀巴辣的枷锁，指出胜利的未来，获得中场奖励义大皇家酒店的顶级料理，以及最终全台唯一萨米能量秘境 SPA 特别疗程吗？本周的综艺玩很大，要给你最真实的故事。毛毛虫爬行大赛，哎呦，三颗，要把它赌大一点。这一关输了，派一个直接丢到实验室。干嘛迟疑？没有再怕的了，没有再怕了哈！快啊！加油！加油！哇！怎么那么快啊？漂亮，挡他线！我压你！我不要这么帅！张立栋可以外散，我们输的人去吃一颗四角羊的大便，看谁是那一颗老鼠屎。哎，我以后要养你，你以后下半辈子我包了。还没吵，还没吵。我有，你先问。什么单位？哇哇！哎，这样最终一天王好好玩哦。是，你多少？一、二。沙暴力，沙暴力，沙暴力！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没有，拜托你们再给我一次。我要沙暴力了，不要停吧！唱唱唱！观主你好，观主你好，哎，观主好，观主好，一般好，哇塞，我们节目一开始都是观主拿去丢到嘴里，对，今天好不好？大家特别注意，要尊重一点，都没有，人家出道时间你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他一半呢，对，哎，欢迎盛大哥，哎，盛大哥好，对，古往今来啊，哎，谁能躲过命运纠缠，因果循环呢？哎呦。世间男女恩怨纠缠不清，爱恨难分难舍，躲藏自己，走进人群却躲都躲不掉。哎呀，哇，奇怪了！哎呀，听你这声音呢，就感觉今天这一关卡，我们还真不知道要干嘛了。我们要来拍类戏剧啊！对。那几个年轻朋友认识吗？都认识，叫做都认识。都认识啊，就这嘛，哎，市长好啊，再来，你不认识了吧？啊，演过很多戏剧的，对啊，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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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先来个杨什么？姓杨。杨什么？杨秀慧，杨乃文，杨乃文的不是杨乃文，杨乃文，杨乃文，杨乃文。啊，这个就厉害了，好不好？厉害了，我们黑阿仔了，他是模仿我摸的，真的吗？对，哎，这个叫做，有没有看到？这叫知名度大考验，有没有？刚刚没有答对的，准备坐高铁就回去了啊！哎呦。
那太好了，今天这一关是一二。乐园躲猫猫，率先找出敌对所有成员，或是该队伍即可获胜，输家需接受恐怖惩罚。一开始不是，哪有一开始就惩罚的？但是我跟你讲，许梦哲，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尊重女性的男人。哦，对。他应该不敢去女厕吧？好，那你躲女厕。哎，你躲女厕啊？你躲女厕吗？然后我跟你讲，他如果来的话，你就故意真的就老塞，他就会吓到，就直接走掉。你就真的有没有？好，那可以啊，可以啊，进来。真的哦，哎，我觉得我会赢哎。所以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有一股死意？哎，所以你那股死意要发射在最重要的 moment 哦。唐兆正，就你只要听到，随时都可以来一下。对，这样，好快的脚步，这样可以耶。因为这是男性对女性的基本的尊重。你好聪明哦。哎，我觉得我们要快一点。哎，这里嘞，这可不可以一个人进去啊？哎，这里耶，那可以，脚在那边，那可以啊，你平常都做那种，哎，可是你脚在那边，可是你快出去，你要往要右边进去，可以耶，可以耶，真的，可以耶，站起来，关起来，你可以再侧身一点，而且你还可以自己偷呼吸耶，你可以推开来，对不对？哎，就这么决定了。可以进去吗？没有空位。哎，你今天穿的衣服刚刚好。哎，白痴，一个洞，哎，一个洞啊，不行啊！哎，出来，快点，没时间了，快点，丢脸啊！下脚，快，走。哎，这里来了。这里应该没有人要上去吧？我们就对啊，上去这里。啊，真的还有楼梯可以上去？对啊。我上岸。慢慢来，太高了。哎，完美，这里完美。再来一个。好，这个好。OK 啊 ，OK。啊，这里是。这个这样吗？好像可以耶。哎，我觉得可以耶。可是他应该是，他粘住了，他粘死了吗？没有啊，不然就他没有粘死啦，可以。他只是放保险在里面，把衣服放在你身上这样。好，那就这样。你试试看，头戴进去。好，皮带要细。整个服装有要，我觉得你先试看老哥一套吧，不要塞进去哦。我被发现了，会不会是白忙一场？这个还蛮好笑。对，我觉得这里面好刺哦，里面很刺哎。不要动，还要跟。蛮像的啦，外面还要放手不收进去，真的不能动啊。我觉得你不要动，你的脚这样不像啊，你看。可以吗？很厉害！可以吗？哎，这里好不好？哎，这边这边还有一个吗？没有，可是我觉得在哪？因为这个很近，然后人一找到那个东西，他兴奋，他警戒心就下降，他会直接走掉，不会看这个。好，要讲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有个风险，对不对？就是要先死我。因为我要先死掉嘛。对，为什么？因为比较不可能找到你，如果我死掉就不太容易。他们就会向他走，所以我们一定最好两个只能活一个。OK， 好 ，OK， 我们牺牲打，牺牲打。好。我知道了，哎，这个桶子我们把它反过来靠着。他重点是他拿不起啊，好重哦！来，等一下。
先过来先。哎，你蛮彩丽，哎，完美。两个队长，是你们现在开始去寻找吧，走走。目前这一小区域应该是不大有可能，因为它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看一下这里，哎呦，哎呦，这个真的是把找的人当白痴吗？就是真的把队长当白痴哎，就这样子，他会，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再讲一下话，啊，哎呦，同队的，同队的，糟糕，结果第一个找到同队的。哎、欸，你躲好，你不要乱抖啦！我妈也试得更好一点。人家讲什么，你不要笑，不要抖，不然整棵树都在抖。嗨，嗨，哎，这里面是干嘛的？这个？我们这里面有啊，找个，新哥过去。这白痴还不出来，这个我刚刚踹过了，是啊，啊，这个我刚刚踹过了，真的吗？对啊，但这么扎实哎，它里面塞的，这是一个人造的逼真啊，这个人真的做的逼真，真的不是吗？我看一下，哎，有骨沟哎。做针头，外面卖衣服的 model 也有做乳沟啊，真的，这真的不是的，这不是的。OK， 我们去找别的，好不好？找别的，有没有？他们只是因为他们队长苦角春风，说什么这个不是，结果他还要在那里蹲两个钟头，对不对？没错，不能跑掉哦。啊，白痴！想的啊，白痴！我的一看就看到了，对不对？啊，怎么会嘞？那还用说吗？你忘了案发现场躲猫猫是谁在干的事儿？你怎么会发现？我惊得跟鬼一样。哎，这个屋顶我想上去。等一下，我去尿个尿，等一下啊。刚刚这里找过去，这里没有，就从这里开始找。没有，门后面。哎呀，不管你了。有没有人？都没有。为什么他锁住？耶、yeah! yeah! 欸！你真的好敢哦，问别人的话，人家叫你性骚扰哎。没有，我有喊啊，我有喊，也没有人在啊。那如果是有人的话，也不一定会回你啊。不是，那你有打算要出来，还是你想要继续在这里面休息？我出去啊，我出去不就被你抓了？那我已经拍到照了、啊。拍照就算。对啊，拍到就算了、啊。还是你要？我告诉你，不然你出来，我们一起找。我以为你不
敢那个进女厕，你看我热到连内衣都脱，连我阿妈内衣都脱了、欸。但是我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怕有遇到游客，是不是？哎、欸，真的有人啊，我们赶快出去啊！对对，因为我刚刚听到，我刚刚从其他间听到冲水声，我赶快出来。柜子里面好多灰尘，我就要过敏了。哎，这里有火人吗？不能骗我，各位讲好了，如果他不被骗而吃饭，你可以告诉我，我不知道可以，但你不能告诉我没有，好不好？有摸就有摸。不行，你刚刚已经说了，你知道啊、哦？你确实知道。来，同学，你是大几的？你大几的？啊，你不是学校学生啊？我们创办人告诉你。哎，宪哥，哎，我怎么不好好找人，开始跟人家聊天了？我就是在好好找啊。我刚刚在旁边观察了一阵子，你都在跟他聊天。找几个啦？我找几个，我一个都还没找到。哎呦，你一张是自拍照吧 ？No，asshole。哦，所以你找到一个，对，真的很会躲哎，就找了很多地方，真的都没有。所以幸福一直找到一个，他一直找到一个，那他现在应该会，他应该放开手，然后他觉得我觉得都还能找到。哦，嗯，果然没有。哦，真的找不到，可以这样。我刚刚问你的时候，你竟然跟本官说没有，后来又改口说不知道，那叫做很显然有。我这个超级你竟然可以躲成 L 型啊！对，刚刚这个餐厅这边，我只找一半。哎呦，我看到他们两个在笑。不要走！我想问，刚刚我看到你看了我一眼之后，突然偷笑，然后往里面瞄。没有。你直接跟我讲有没有？确定没有？没有。来，告诉我，你平常最喜欢待在哪一个地方休息？走。你懂我意思啊？走。平常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自己最喜欢、最习惯、最放松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你会待在哪里？超恐怖的。哦，不是，他不是这个门啊。等一下，我从里面。不是，你可以告诉我楼梯在哪里吗？我找不到楼梯耶。哪里有楼梯啊？哎呦，楼梯，我再上去看看。真的假的？会有人躲到这边？完蛋了，我听到吹风机的声音了。天哪！你赶快呼吸。正向呼吸一下。对啊，哎，你在里面还可以吗？可以。吓死了，忘。我吓到了，还好只是。对啊。哎，赶紧，赶快把它躲起来。赶快呼吸一下，辛苦了。怎么可能这么会躲？不是，你知道，连自己队友都在旁边笑，那个感觉真的很差。加油！那个感觉真的很差。你笑控制一点哦，你毕竟还是我队员。不是，哪有这么会躲？哎，我们来讨论一下。不是啊，这里。
更气讲哦，不是更气人的是这里我找过啊。注意先生，为什么你要注意先生？圣诞节自己躲，找谁呀？圣诞节你，那你找谁呀？不是我找组队的啊！我说我找穿黄色帽 T 的。找队员不是找班主，对，你找我啊？我没有话躲在这里扣分。来，你为什么要骗我？贝贝，你今年几岁？23。人在哪里？你不讲，我真的就，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荣誉。我真的不知道。说，初吻是几岁？啊？不能讲。不能讲就是有。哎呦，那一区。为什么又有一区？哎，感觉好像。也没有，它这可不可以打开？开不了。没有，游客止步，不行进去。真的是蛮可怕的，因为其实通常被翻起来，通常就一定会被找到，但是它刚才没有找到，我觉得。我们会赢。好，好，嗨，你好，漂亮姐姐，有没有看到杨雅竹啊？这一天我就椅子这么大，我竟然没有去找后面，怎么可能躲在椅子后面呢？不可能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啊，这找完了。队长，我们的队长有问题。谁找？不是，你就会找我。对，我们已经赢了，对不对？可以让我们两个队员先出来吗？对，有意带两个队长去。对，对，我一定要看一下他们到底在哪里。我跟你讲，非常简单。一个说简单，一个说话，对你来讲太难。我听他们声音的，来了来了。天哪，我们赢了，你可以出来了。我刚刚得到一个提示，他就比这样子，他就比这样子。对啊，是这样子的脸吗？真的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我跟你讲，冒着生命危险的不是我。对对对，来，跟我来，跟我来。快来救我！好闷哦，他们是不是忘记我在这里了？那角角那里啊？不可能啊，我找过那边啊。你找过，我也找过。他又是回来，我感谢他。对不对？我有翻啊，这个我也有摇啊。你有摇吗？有啊，这个我有摇啊。你自己。脚麻掉。你做到了，凯莉。哎，我真的做到了，男人。你给我吃口香糖哎。我真的有摇这个箱子哎。他有摇，他摇到一半，然后放下来。对。因为我觉得好重哦。我摇。我想说不可能吧。你摇到一半，我是还掀起来。对。对不对？不好意思啊，好，报告观众，胜负已分，惩罚立刻进行。伟杰，好好介绍一下，怎么玩才不会害怕？通常这一套它速度只是比较快，但是它只是假象而已。假象，因为它在跑的时候风会比较大，但你不要看，眼睛闭起来。那有办法连续玩十次吗？有，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你应该不需要了。现在做十次吗？我配。马曼陀，加油啊！啊哈，这就是要懂得如何挑战自己，好吧？
有没有？我你看我想上去我都上不去，对不对？我跟盛大哥是最想上去的，我们都想上去，对不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春满乾坤，爹满门。最痛苦的就是在这里要开始不开始。还有还有人跟我抢春意啊！哦，这一场是我在主持的呢。没关系啊，没关系。亚洲加油，勇敢！我要加。好，如果会害怕的话，拿出倒数十秒就出发。倒数十秒，十、九、八，拜拜。哎，不是十秒，不是十秒啊！哦，天哪，好高哦！我还听得到雅竹的声音下来。Oh my god！ 啊，最讨厌这个时候。啊啊啊！啊啊啊啊！快哭了啦！啊，好痛苦啊！啊啊啊！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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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吗？都已经过了，厉害哦！那一个大概这个的五六倍左右。那好像比较高。好吧，先跟家里交代好，再来玩。来，走走走。妈，那个我能给你的不多了，我现在手上有一包卫生纸。好恐怖啊！降下去干嘛？降下去，降下去！我在上面都会哭哎！我上面，终于我们的，我爱你！妈蛮多的，哎！终于很大爆啊！他哭了，不要打！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张万张，讲一下嘛，你们两位看着镜头讲一下。残酷。而且这是会出意外，会出人命的。对，所以不能随便输，不能输，不能输，不能输。哇，好痛苦啊！哇塞！哇太快了，太快了，甩得很快耶！哎，这里都有风，你对啊？啥意思嘛？张立东已经叫不出声音了，他低哑了啦。没有没有，他们已经没叫了，有没有？还 OK 吗？非常 OK， 简单啊，小蛋糕。惩罚完毕，是、哎、这一关呢、啊，算是过关了。是大人真是赏罚分明呐、啊。然后我们论功行赏，论功行赏啊，看看骰子摇几点，五颗吧，五颗。哎，对，来来来，这个这个这个，下个五个一，目前手气很好，对对不对？五个一，多笑笑，五个一，五个一，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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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的被你甩了，不要给对手太难看嘛。是啊，对，是啊。好，那咱们就先吃饭了啊。好，吃饭吃饭。主队的获胜以及客队的失败，究竟是情爱的纠葛还是命运的纠缠？他们是否会因为经不起高级 SPA 的诱惑？而埋下了杀机呢？让我们看下去。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哎呦，我以为我到了罗马。啊呀呀呀呀！唱一句。对对对，他这个是天地有情，哦，人生无常。哎呦，命运呢、啊，就像睡袋，让人生不开也逃不脱。啊，一如。
毛虫，毛虫活在自己编制的蛹中啊！哇塞！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什么？是什么？蓝色毛虫，毛虫爬行大赛。哎呦，啊、三颗，你一对一啊，都要穿上睡袋。对，好、啊，好、哦。绕行现在这个许愿池来爬行，哎呦哎呦，先回到这个终点的获胜，你们就获胜。我们以前那个关主啊，都会为我们示范。没告诉我要这样。要把赌大一点，怎么样？这一关输的，派一个直接丢到许愿池。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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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迟疑？没有在怕的，没有在怕的哈，好不好？好不好？还有，还有，你们会觉得说不可能，永远不是我，对不对？不，我们剪刀石头布输的，下去。好。OK， 好不好？我们先把那个人挑出来。好。我们这边先剪，剪刀石头布。干什么？团队里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么残忍的，你们两位在剪刀石头布。输哎！谁输啊？你们两个石头哎！你出了几年了？不啊！你出几年？我们总共我不懂事，我懂事，我懂事。好，没关系。我跟凯莉，好，紧张哦。我们等一下，你们在，你们先猜出来。你们先猜出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OK， 队长就是队长，对，没关系，我们也是要我们输了啊，对不对？我们只要赢了，我们没事了。来来来，我叫队友，我突然觉得我这个毛毛虫想要慢慢的跑。来，剪刀，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来，再来猜，剪刀石头布。其实我今天来，我没有那么在意输赢，比例原则，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将军对一个烂兵，这个啊有一点，但是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这样了。好，来来来，有自信哦，拼了啊，拼了，拼了。好，我们地方派雅竹。我跟你讲，你身体弯下来还是一样啦，没有弯下来，这个身高，对，不要轻敌，好不好？哎，我不轻敌，我觉得我好害怕。他身高151，他有骄傲吗？他没有，他不能骄傲啊！我没有地方骄傲啊！冲了！加油！马上开始，马上听我的哨音，哨音响完你们就开始。好，抵达终点之后，必须要全部越过这条线。好久，摸都不行。全部吗？全部。好，那我要不要开始？全部好难抓。要加油！第二棒，第二棒，什么人？我们要派立冬了，派个男生，赶快先讨回颜面一下。来呀，来来来，来！好，哎呦哎呦，有拼有拼，两个有的拼拼，我去过去那边。哦哦哦，卡位卡位卡位，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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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张立东 ，Go go go go， 漂亮挡他线。我要赢，我要赢。哎、欸，不可以拉睡袋，不可以拉睡袋。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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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走一遍啊！天性，而且身为一只虫，看到洞还不钻，你什么时候钻？恭喜组队再次获胜！不公平！怎么每次都这样？你知道吗？我堂堂正正的在玩这个节目，你不要炸！这是战争。从天上就开始，看到洞能钻，因为你们是毛毛虫。预备。刚刚睡袋刚过起点线而已，他真的以为他是毛毛虫。你进去一点，进去一点，来进去一点。好，来，哎，你赶快，你赶快。哎呀，变红点了，快点反应。学校了，一、二、妈妈对不起，贤哥，对不起。我们都是很笨。哎，别讲这个。不要这样。谈判，这是他得罪的。好。还有那个，他先回台北。今天无名氏要放哪里？失变的感觉，那也安慰啦，那也肢体残障啊。先生，对不起。没关系，尽力了就好，好不好？我尽力。尽力了就好。我看得出来你尽力啊。怎么办呢？怎么回事？好，完蛋了。第四棒，哎，第三棒，队长对队长，2-1了。这一棒下来精彩了。2-1，是，如果平了的话，就要再来一次哦。哎，知道规矩了，我也不多说了。不，你再说一次。健哥休息了。加油！加油！走！走！健哥！健哥！健哥！哇，好卖力哦！啊，健哥！他怎么能那么快哈？加油，同志！各位，你准备好了吗？好了。把我拖回去。我的皮带撞得我肚子好痛。谢谢。哎，你怎么能那么快哈？我跟你讲哦，身高就是一个问题，是，对不对？你那拱起来拉出去有这么长了，我们拱起来拉出去还在这里啊，哦，是不是？我的皮带撞得我肚子好痛啊！哦，天哪！哎呀，后来才知道膝盖这么痛啊！你怎么可以让宪哥丢脸？哎呦，2-2，平手。哎呦，你们两个再来一次！哇哇哇！很好，不是，哎，这个很有 idea， 这很棒哎。
我还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不，想站起来了。我们自己派一位，对，好不好？派一位，你要不要确实？你看，没有回答了吧？你要不要确实？黑白菜，好，给黑白菜。你们先啊，黑白菜。教练，啊，怎么讲好了？没有，队友在露营，怎么讲好？对不对？不可能嘛。黑白菜，哎，是这一次，没有，这是背，对，是背，黑白菜，原来是杨志阳，你是来乱的，你不想跟我跳下去的，你那么想玩啊 ？OK， 我们让你一个车身，这样可以吧？好。一个车撑啊，对，一个车撑，真的，那一个柱子啊。哦，哎，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我要下去了。准备。有了。哎，这个有啊，两下就追过去了。有让跟没让没什么感觉啊。这个没什么感觉啊，还逼车哎，还逼他车子有没有？加油！快点，加油！快出力！我要落水了。哎，快一点！好，加油！快一点啊！对，极限就是这样嘛。生气，害羞我！我们帮你配，我们帮你配，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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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来了，加油，加油，加油！棒棒棒棒棒。从要过山洞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哎来了，快快快快，可以拉扯，可以拉扯，毛毛虫互相拉扯，哇，好 A 哦，好 A 哦，正常，好 A 哦，哎，毛毛虫吐口水，我吐丝，刮水刮水。有整个人躺好，我们来处理，好不好？好，哎，拖鞋，拖鞋，先，你要拖什么都可以。来，一起来，啊，给你啊，升级，准备许愿，许愿，终于，终于长红了。希望我们跟我的内裤一样，综艺玩很大，收视长红，加油！哎哎，衣服怎么下去？太多了，哎，这队友我们又不一样。我就把它卷下去了。今天这个比赛相当公平，是哪里公平？哪里哪里公平？哪里？一开始没有讲洞可以钻啊，你们钻了之后才说可以。树不弯，里面的妈妈上菜的有三瓜。哪里？这里。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比？太黑了。这个主场优势太明显了。哎，没错，我们就主场优势，好吧 ？I'm sorry。然后啊，要掷骰子，很快讲，很冷呢。要掷骰子，对，好好好，这一次，你们已经12分了，12分，只有3颗而已，这边啊，来，好，三颗，今天很旺，凑整数15，凑整数了，12+3，这骰到有声音嘛？好，好 ，OK， 1、2、3，耶！好了，我告诉你，这就表示你们的好运用完了。我刚刚很胖哎。组队，赢28分啊！报告关主，我还懂一点中文，好不好？这18我看得出来，这是0分嘛，对不对？好好好，还有几次？哎，对对对。好，进入下一关。
在吴阿宪的带领下，主队再度得分，比数来到了18-0。他们的得分是侥幸还是实力呢？客队还有机会翻盘吗？这之间的利益纠葛，究竟是前世就埋下的渊源，还是今生欠下的感情债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红尘滚滚，接下来好了，芸芸众生，哎，红尘滚滚，芸芸众生，哎呀，重复上演悲欢离合的戏码，赛事扑朔迷离，哎呦，这到底是是非善恶的因果循环，因果循环，还是心魔？心魔，心魔，心魔，还是天意作弄？哎呀。连红队都不知道，哎，连红队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对啊，看谁知道啊？哎，你们不能这样子吧？不，那趁大哥，但也不能把我们关到草泥马里面。对啊，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什么？草泥马的挑战赛。哎呦，四颗骰子哦！哇，有四颗，我们有机会翻盘，有机会翻盘。地形草泥马互动游戏，三战两胜，两胜，三战两胜。OK， 三战两胜。OK， 第一关怎么样？动动草泥马。好，我们最快要让两只草泥马来到这个指定圈的范围。哦，一只，哎，哦，然后啊，第二回合叫做不动草泥马。什么差别？什么意思？也是让两只草泥马在这个指定范围里面停留，停留的时间越长，你就获胜了。哦，第三关呢，竞技草泥马，最快啊，把两只草泥马系上铃铛，系铃铛，哦，获胜了。张立栋，我跟你外差，我们输的人去吃一颗四角羊的大便，一颗。输的假赛，对，假几样。加几量上，加几量上，然后看到的就是看谁吃哪颗老鼠屎，好，好不好？来啊！而且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吃了，那我们就送你一分。好啊，好啊，好啊，您这样说都好了，快了，赶快比赛。我们现在要沉住气了，因为士官要加赛。你哦，他刚刚不是指定你吗？所以我们还是很轻松的在比赛。不行，我就看你们紧张，我不能乱玩。没有，但我还是要赢。你要求胜一直，你刚咖啡也喝了，咖啡喝了你应该可以赢。对，我就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赢。怎么样？如果我输啊，我就愿赌服输，我去假赛。假赛？假赛不是输的问题。你假赛跟队伍什么又不是增加荣耀？对，我们就是要赢。对，我们就要赢。对，我们要让张立东假赛。那我吹哨子了，好好开始。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这里这里，哎，你不要甩你嘛，来来来来来来，那么顺利，对呀，他这个辛苦，哎哎哎，四只脚了啊，来，你看他还踩线，踩线不算哦，在线里面，踩线算吗？哎哎，辛苦，哎，辛苦，快快快快。我现在在这里，我现在在这里。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能给他吃的。太大声的啦，张立东。给他吃的。爸爸还会来吗？你这个吃完，我们就没东西了。对。哎呦哎，你看，有吗？哎，对了，来来来，叫他来，别动。哎，还前面那只肚子在找东西，真是看两口。张立东，快点。来来来，一分四二秒，你们小心不要被他吃完了。他打嗝哎，对，他打嗝哎，他打嗝，他吃饱了。两分钟，哎，两分钟给萝卜，来，队长，来，快快快，萝卜给萝卜，哎，来，哎，萝卜给，快快快，他们不要先吃萝卜哦，哎，快点快点，萝卜有效，萝卜有效，快点快点快点，张立东这里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还有，还有，这里这里，过来过来，好，有了有了，好，2分34秒成功。我一吹哨子就开始算时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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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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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对对，你看，你要让他有希望。哎呀，你那公阿爹西阿五啊，好来来来来了，来来吃饭啦，来来吃饭喽，来来八尺以上八尺以下都不算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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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呢？好，太棒了！我多水，多水啊！进来，进来，进来，进！一分五十秒，一分五十秒了。来，准备拿萝卜，准备拿萝卜。来来来，三、二，来萝卜，一，啊，萝卜，两分钟。哎，来来，哎 ，Hello， 来来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来，进来，来来来来，哎，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多少吃啊？哎，萝卜啊，要让它看起来是红萝卜。来来，三十秒了，三十秒，三二，三三，三四，两分三十五秒。等一下哈，快点进，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后面还等一只啦。都超过，没有，再来。OK。三分十四秒。我们刚一开始快要成功了，你没一直在叫。没有。哎，你快被吐！组队啊，用了三分十四秒都还没完全成功，也就是客队用了两分三十四秒，是就已经成功了。对，客队第一回合胜利，希望好的开始。那么第二回合，不动草泥马，客队先开始，猜拳，好不好？好，来，公平，我们派娜娜。哦，我猜吗？对，剪刀石头布，还是你先？没关系，我们刚也是先还是赢了啊，所以没差。哎，有道理。我发觉他视力不是太好，对，所以你必须要让那个食物在他的眼前停留很久，你要让他闻，要闻到，然后让他吃一点甜头，吃到了，或者是含到就舔到一两下，不要让他吃到，因为我们要让他停时间。然后那个战略就是吃完的话就没了，吃。然后慢慢一口一口再吃，对，再吃，要有点让它仰头，它只要一仰头就会很久。预备，计时开始，我先帮你串了哦。引诱它，引诱它就好。引诱它，哎，小心从后面，不要吵。哎呦，你要吃好了，可以吃蛮久的。哎呦，蛮久的。对啊，好久哦。要冲！哎呦，我都是。哦，哎，这边小心，啊，出去了。啊，那边已经过了，那边过了。这两分钟。还有。换换口味，来吃个吃的。为什么我都在吃这个？配这个蛋，配这个。我可以在这边工作了。换口味，小心一手，换口味。对，我觉得我的手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短，现在多久了？一分四十秒了。哎，我以后要养你，你以后下半辈子我包了。小心，萝卜很多，慢慢给他啃，不要让他咬，不要让他咬，不要让他咬，给他剪掉，不要让他整段咬。完了，他还没走，他没走。慢慢嚼，让他慢慢磨一下。不会叼回家吃吗？你就不能叼回家吃吗？可以滚了吧，小白。爱你，你的手应该还有点味道，给他啃。你手应该还有味道，给他啃。两分五十二秒。厉害，也不错了，也不错了，两分，将近三分钟。哇，有点紧张哎。来，计时。好，开始啊！来，没关系，来，好，没关系，慢慢点哈。目前 OK， 因为这只也很稳，对啊，给你们，不要摸它，不要摸它，先不要摸它，那是刚刚，轻轻的哈，乖哈，慢慢吃，好，吃完这个还有红萝卜嘛，对不对？红萝卜你慢慢吃嘛，三分钟，这个把它当儿子在教，慢慢吃嘛，还没炒，还没炒，什么当儿子？比我儿子。小牙齿太多了，板状，慢慢吃。哎，你看，我们这样可以搞很久，有没有？他永远哦，跟红萝卜也亲到嘴，所以他是觉得有希望的。他觉得有吃到。哎，天，有机会，我们慢慢来。棒啊！给你吃。走了，出去，已经走了，一只。
没事，攻这只，完全看到了不？无啊，你无啊，你无啊。一分四十秒，我手里这里有，他应该吃饱，随时吃货。小心，让他看到哦。随时会补货，好吧？好，哎，对，啊，等一下，慢慢吃，对不对啊？你卖照，现在几分？几秒？两分四十九秒，快赢了，两分五十二秒，快赢了。好，两脚，哎，小心，还有两脚，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好，唱歌来，这个通通给你吃，是不是啊？好，哎，温暖三年，哎，来，伺候草泥马伺候的真好，又谁喝？有没有看到？你们赢了！哎哎，是赢了！我们是真是，我们成绩是多少？组队是三分获胜。好，那目前就一比一喽。第三回合，鸡鸡草泥马，草泥马，你必须啊，要帮两只草泥马系上铃铛，你就获胜了。好，猜拳，看谁先开始。哎，剪刀石头布。耶！你们三个是小闹之死是不是啊？假赛也假 GI 了，把把都输。马上开始，开始了。哦，他们把单抓低调的，低调的。哟，计时。10秒81，哎呦，10秒81，10秒81就记上两个铃铛，看你们能不能超过这个记录，要不然就要吃屎了啊！这感觉是一个玩笑话，但真的要吃屎啊！盛大哥，你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位文人，怎么会说出吃屎这件事情？因为啊。规则是这么定的，输了就要吃屎。真笑开始。好好，别赶。完成。成绩揭晓，看时间，应该是8秒。八九左右，8秒89，我们来看，没人知道，看你时间是。宪哥的时钟是不是坏掉？13秒钟当机。不要想杀了。刚刚啊，要记上去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点。对，刚现在啊，要摇骰子了。是不是，已经有4个骰子在里面。好，你们好好摇。好，18分。看对方摇不摇得到18分以上。哦，对方18嘛。四六二十四，我们有权利可以吃屎，加一分屎，我要吃屎，吃屎人来了，加一分。为了团队的荣耀，一人吃一颗，表示个团队。好，这样好不好？一人吃一颗。嗯，算了。我还要想说，对啊，一人吃一颗，然后拿8分，你们不要。我只有一个条件。怎么样？我吃了赛之后，哎，不可以有人笑我。不可能，这个笑一年。来，好了，来，接着。第二。哎，等一下，哎，这个很像超有玩的，哎，这颗屎，希望可以换给我10000个粉丝，啊，网友们站出来。快点，那个草已经慢慢在。我在吃大便，你叫我快点。你叫快干嘛？碰到水，它慢慢开始溶解。他心理建设。真的不要，真的好美。你他帮你放进去了，我觉得你不要看，不要看啊。不要看就好了。不要看就好了。
我刚忘记了，还去摸。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什么味道？青草丸，菜的味道。喝水。一分啊！一分！吃酒比吃艺。今天呢，一天激烈的比赛，主队19分，客队11分，对对，所以啊，主队赢了，今天有很好的奖励，是，可以回到旅馆吃大餐，真的吗？最好的房间，真的吗？真的，该不会就是把这一坨搬过去？不要，哎，你都不是。不帮我们的、欸、我们又不是整个输，我们只是今天暂时落后、啊、那我们暂时落后，今天就是落后到底，明天再加一次。我可在意这几个字，我打得到，今天只有落后。大哥的意思你们要听懂，一开始您会输，后面就慢慢习惯，你了解吗？就慢慢习惯，好，逆转胜，好，走，出发，走。恭喜主队，以19-11的差距是赢得中场奖。谢谢。现在好是由义大皇家酒店提供的顶级餐点，太厉害了！这里啊，哎，可是饭店著名的求婚桌，了解了解。哎，来看看这是什么？有这，哇，还有第二个，哎，你看。鲍鱼都大只的，对，有味道，比方你，哇，这个蛋，让你们好好的享受。好，那我们就开动，好不好？开动，哎，先添饭，先添饭，来，没事没事，来动动快一点，我们快吃。哦，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油饭的。对，不是油饭啦，哎，荷叶辣味饭，辣味饭，辣味饭好好喝。你看给他吃多浪费，吃什么不知道。今天要假赛了，所以他们也很辛苦，对不对？对，有没有小碗？哎，不会，没有，你误会，我们要喝汤。我告诉你，现在赢不赢哦，已经不是面子问题，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填饱肚子的问题了。明天一定要你们猜拳赢的可以吃这颗。不要，你吃什么？不要，我要猜。我饿，哎，这个很好哎。我也吃不饱啊，奇怪。我就放在这里，你们考虑好再跟我讲。Hello， 你这样不是一种羞辱吗？哎，那不然怎么样呢？放地上，他们不要，他们比较好救食。放地上，根本跟我们家科比一样。明天一定要翻盘的，一定要赢，一定要翻盘。翻什么盘？拿出枪来。逆转，我们要逆转胜，好不好？19-11，只差了8分而已。阿牛，弟兄们，来，哇，好香哦！哪里？因为我们吃这么好，那个睡的地方应该是不差的。所以真的是跟对对了，对，多重要是吧？来。Follow me。哎，想吃就拿。哎，先吃一个。来，刚刚已经吃这么多，你还要吃？这是属于胜利者才有的享受。哎，关主也跟我们来啊！我一直在看。大哥，没问题。哎呦，舒舒服服的。哇！哦。
哦，真的是引桥遗忘。我要求不多，我睡这个也是。哎、欸，不要不要，哎、欸，你们是输队，不要卖人家斗丢。所以真的是，这里是输的。哎、欸，全，哎哎哎哎哎，屁股脏，你屁股脏。哎、欸，我脏，哎、欸，再脏都没有假赛。好啦，那就不要再叨扰我们了。啊，你们可以先回家。又冷又饿、哎，不要不要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想跟，要我们跟来看，看完又赶我们走。哎、不要让我们在这里尊严呐！不要让我们在下逐客令嘛，不要出去。哎，怎么有这么恶劣防守啊？这么恶劣，你们出去啊！哎，出去，来来来，出去，来来，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福祸总相依，切勿悲与喜。是志得意满的主队轻敌，还是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了呢？而初尝胜利滋味的客队，能延续这股旺势再下一城吗？今天来这里要干嘛？这里啊，这下真厉害了，厉害厉害！要进行古仓库大逃杀！哇！哇！六颗骰子，大哥！哎，要跑回来！这对相遇啊！哦，大逃杀！亮牌，牌小的出局。另外呢，另外你们要寻找敌对三件队服。藏在这脱掉他们身上的是不是？不不，藏在古仓库。你这么想脱啊？想脱想脱，你不要添乱了。找到三件队服的哦，你们回到指定地点。哦，抢走他们军旗，我们就赢了。对哦，范围里面啊有四个宝箱，四个不是五个，四个宝箱，四个四个宝箱啊！太好了，这样我们游戏规则非常的清楚，清楚了吧？是。那请问一下，我觉得你们有点笨。我 OK 了，单大哥要问你一下啊，几点吃午饭？还早的，还早的。你们找到以后 ，OK， 好，我们再考虑好什么时候吃午饭。哦，因为反正昨天吃太饱了，好饱了。我们没吃，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哎，那肚子差又没吃。来快一点，赶快吃。那个佛跳墙真的不错，真的真的不错，真的不错，还不错。我们今天要吃到，真的。今天刚好没有佛想办法翻身，好好，没有张立东在赌啊，哎呦，在赌啊，跳海啊，跳海来啊，跳海，跳花里，跳你们昨天说不要赌，不要跳，不要，我们在我们女生跟你们女生赌了，哎呦，不要，换人了，来，输的输的去渔船旁边跳艳舞了。这里是高雄哎，我全部的朋友都在这里，搞清楚，对不对？好，真的好，来呀，好啊，对不对？好了，直接就来了，暖身成功。来来来，我准备看跳艳舞。还没开始，要开始了啊！是他们两个跳感跳艳舞，只是我哈拉的。你准备要看跳艳舞，来酬神的。要开始了，直接来了啊！开始，开始。综艺玩很大，玩家注意，比赛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讲哈，我们就我们两个好了，你们两个好，好不好？然后我们两个到时候再散。对对对对对，散。好。玩这个啊，你会很喘，可是呢，不是因为跑得很喘，目前为止，是因为很紧张，心跳很快。我现在的策略就是先去找医生。嗯，我觉得我运气很好，牌应该超大。个人觉得牌运很好。你说如果遇到他们，然后他们会选小的动物，不如这样，先消耗敌人一只，现在就带你去喝。哎，哈哈哈哈，里面先躲一点，我看看几点开。哎呦，好嘞。哎，几点开开门？11点。11点。11点，现在还没开就对了。好，我们重点是要找到三件衣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认真找，认真找。但是我跟你讲哦，
猪油，他们随时会杀出来，很可怕了。现在我要找宝箱跟衣服。好紧张哦！不是，因为你知道吗？而且我怕看到他们的人，我超怕的。我看到别人，我真的很害怕。哦，我看到凯莉，我看到凯莉。哎，你看凯莉，我潜在中间广场中间是要修。不要跑！不要跑！糟糕！现在掉！哎，孟哲的是人头，孟哲是人头，超大。白痴凯莉，白痴凯莉。去找，找 Kim， 找 Kim， 找 Kim， 你去找 Kim， 你去找 Kim， 他们后面，你找 Kim。我心在跳，什么东西跑到你们心在跳？碰到了，碰到了，好，来三、二、一，哦，眼睛都快，我跟你讲，我现在让你了，三，谁看到你都想抓，我只是觉得队长，我只是觉得我不想浪费我的牌去抓他，所以我在考虑，我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抓他，我到底要不要浪费我的牌呢？因为我觉得我牌好像也不错，来，近一点，近一点。来，我跟你讲哈，站在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但是我觉得，衣服应该是藏在前面，就是整个艺术区。对，没有衣服啊，这些房子很大。正义玩很大。玩家注意，现在客队已经找到一件衣服了。来挂一起嘛，各位。讨论策略，因为我们现在玩大逃杀，因为你们穿的衣服很适合把我包在中间，我们就围一圈，我们要这样子走路啊，前进，前进，动动，哎，我那个不好看，我不知道有没有敌对哦，看到黑色衣服跟我讲一下，哎，好了，哎，我先塞下。不，太深了，不行。哎，你们到底放在哪里啦？你们的，为什么这么衰啊？保命，不能移动它。不能。啊！我看我队员在玩心的，玩心的，玩心的。性格好，哎，这一区就热区了，这一区保证热区。好，哎，自己人，哎，不会吧？四个狂队的，哎，先哥，我现在一件衣服都找不到，一个宝箱找不到，哎，然后一个图都找不到，我杀掉一个人了，他找到一件衣服了，他们来了，哎，我们的衣服真的难找，哎，我们分散找。宝箱，哎，黄色衣服应该很好找。哎，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的衣服在这里。完了，宪哥看到我了。
那是雅竹嘛？对，那是雅竹嘛？你绝对可以。我跟你讲，你再是诱敌，我从后面杀他。我这边诱敌。对，诱敌，诱敌，你眼睛瞪着他，盯着他，我绕过去。他没理我。你来，你来，来来来，进来，来来来，你很远呐。断我的路嘛，我是来找衣服的，奇怪，就是你那边。我好害怕啊！嗯，一五一超了，哎，这还好，这我把它抓好。你卖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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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滚啦！完了！你们要找到我们的衣服了吗？哇！哇！哎呦！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成功成功成功，好少成功，完了！糟糕！怎么样？怎么样？厉害不？厉害吗？我不来了啦！你是不是吓得尿两滴出来？从后面我绕。我要兜这一圈才追到这边才逮到你。原来你们刚刚在这边的时候在说话这件事。来，我想说他点数这么小，他为什么要这样？嘿嘿嘿。一，拿下。我这个厉害吗？一二三。不要比了啦。等等我。啊！我不是小三哦，我以为我看了没有边，我以为是小三，你知道吗 ？Sorry。哎，我还蛮大的。干掉大家！哎，小不点啊！我们干掉他们两个人！耶耶！但是我们一件衣服都没有找到耶！我们一件都没找到，赶快找吧！你看我，你看，好，我看。哎，我的便当接你。要吗？来了，我什么都不能透露。你不是说接给我吗？啊，去试探一下，看给他们看一下。可是我刚其实试探过，因为大家看到我就追我，我现在累得要死。先你换牌，我去换牌好了。是要换牌卡？给我来张大的吧。哇，我们一定要杀。不能看，不能看。对方对着。不能看。我觉得换得到找到宝箱，并且得到换八卡，我觉得这是好的开始，好的命运，我觉得这应该很大的。哎，小心！我跟你讲，我杀死你！等等，我们有一件衣服在。我知道，我看到。OK。然后呢？记得在那边。记得在那里。哎，记得我没看到他。你没看到他呗？你刚好看到他吗？我没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跟娜娜交手之前，所以他现在换完牌，我不知道他什么。我可以看，你确定？可以看了。你去看，好。这个哪里在呀？好好好好好好好。看到你紫色头发，混账！博森，我们聊一下，博森。我们聊一下，博森。博森，你这样子在停车场就不好。博森，你这样子他追不上你，博森。你小心。找衣服？没有。哎，找到第一件衣服了。嗯，宪哥，我有事要找你聊一下。我看你就算了。哎，这样最终一天我好好玩哦。你继续往前跑，继续往前跑。
这样吗？可以吧，宪哥也是这样过去的吧？干嘛 ？I'm come back, come back, come back。可是你多少？什么？你刚被我看就抓他？没有，我只想到我们两个要包夹他而已。好，没关系，没关系。哎，先生，啊，逮到了吗？我逮到他，逮到他，亮牌啊！看他们只剩下一个。好，好，先亮牌，亮牌，亮牌。一、二，给金牛办，给金牛办。啊！太棒了！你刚虽然我做的那么嚣张，我。我最近抽一真的是狂抽一哎，我最近狂抽一哎，宪哥，我刚也抽，你也太多一了，你自己身上是不是藏了一堆一？我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策略，我刚刚是怎么样？摄影师我请他直接直跑，对，然后我躲在旁边，对，然后他们一看摄影师，以为说我人就已经往，那张立东那笨蛋他就往右边就跑掉，我躲他，我在那边不好意思，你淘汰，你看徐梦泽淘汰耶。我们现在四个人都活着，对，四个人都活着，对，那他们剩下的立冬，对，我们现在联合起来都不怕。但是有问题哦，健哥，他们找到的衣服有可能，就算一个人，他们找到我们三件衣服，他们还是赢了。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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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快点，我们要快点抽牌啊，抽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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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好，这张，我要好，哇，走走走，你们的队长也是哦，啊。真的？张立，真的有啊！张立东，来这样子，冲三个。我们现在哈，直接就围剿他，围剿他，因为他只有罪，他只有一枚，对不对？他在那边，我刚刚有看到。哎，对。但是我们三个人，但是我一个人我不敢攻。我跟你讲，我们三个人的话，我们派一五一去把他消灭，让他换牌，如果他牌很大的话，都可以，都可以。对，我们看他的牌再说嘛。好，好吧。我们是顺便找一下衣服，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一件。对对，边找衣服边找衣服。一队四个人，我除了 A 之外全部都赢，结果就被 A 抓到，真的是气死。啊！
我重生啦！黄队，杀爆你们！完蛋了，我觉得他现在很愤怒，他现在很愤怒，我觉得我要被他杀死了。早知道刚刚没有想到。哎，现在黑队拿了几件衣服啊？各一件。太厉害！太上去了，上去了！太厉害！怎么样？垃圾桶对不对？垃圾桶对不对？主队现在又拿到一件衣服了。哎，英武，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跟宪哥去搜寻这边，我觉得很有可能。然后我再去找那个战区。好，我去战区员。哎，你们三个人那么早就收工吧。准备去港边吊艳舞吧，杨雅珠。客队死掉三个人，还被主队讽刺。不要这样。今天不光不想要杀爆他们，抓到就是缘分，抓到我就杀，因为六七八一定干，一定死。你确定你的比他们大？对，我鸿运呢、欸。张立东在那边，张立东那边。偷瞄他。我跟你讲，我们刚刚都着重于眼前的失误，我们可能要放大一点，放大区域来找，每一个地方放大。海丽，先杀他，先杀他，我们先换个牌。他找两，海丽先杀他，先去杀。我怕我不能杀他，他说我很小。先杀他，不好意思，哦，真的吗？住手！你们叫你都我爱你宪哥小兵们的大前进谢谢海丽因为他那时候一逼我一回头就是那个拐子我刚刚叫他去杀他不是这样哦好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拉回去复命。哎，等一下，我们要找到衣服要回来。我的衣服都很抖。两件，没有啦，不是两件。找到三件队服的，哦，你们回到基地，哦，抢走他们军旗，抢走他们军旗。对，也叫对色，哦。我这个三件衣服回来，你是烂队哦，你烂死了。综艺玩很大，这一关终于结束了。啊，好辛苦！客队啊，先拿到三件衣服，看得不太难，对，那厉害，终于结束了。但是呢，得意忘形，败死队。
大意失荆州，没错，先拔到旗子，拔到旗子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三个队友在这边这么闲，因为他明在这里泡茶下象棋了。哪有？不是，你找到衣服一路冲回来，干嘛不顺便拿旗呢？你干什么啊你？对了对了，来，帮精神象征拿着。对，哎，获胜了，大哥你好冷静。六颗来颗骰子，这么了啊？六颗骰子，我来赛，我来赛，我来赛，要拿多少分呐？加油加油加油！六个一，六六三七六，我来赛，我来赛，六个一，来大家一起来，走一起来，19-11，对，六个一，六个一，好，我猜测，对，应该是在25、27，二七这么把握。因为要往大的讲，你能不能开9？好了好了，20，我大概也是26，好吧。好，可以哦。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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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三个就这样了哦，就是你看输了头就走，好好，我们继续下一关，这样又走了，不负责任。你看他们这样聚在一起，你看他多了黄色的衣服，对，你能找到三件吗？是啊，然后就穿，可以穿，你好像火影忍者，但我们不认，你们那个烂 team 已经溃不成军了，对，三个。多一个少一个其实没差。我告诉你哦，我们就这样慢慢过去，看你们那个笨蛋队有什么时候发球。哎，你穿什么黄色 T 恤？你穿什么黄色 T 恤？现在就发球。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黄队。哎，你们根本可以队哦。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逼的？为什么刚才做 ending 的时候，你们三个就回游览车上面休息，他一个人还在那边被我们骂。我想你们现在唯一机会就跟这司机大哥，请他穿黑的，跟你组队，好不好？我看精神还不错。好啦，下一关努力啦，下一关真的要加油。有啊，一定会赢的啦。我真的，看球，看球，看球，不要看我们。不会啦，不要叫他往下看。凯莉，你用力爬，不要用力哭。好好好，太高了啦，变态！谁要花钱来玩这个？计时开始了。你还没发现呢？你太丢脸，这样才不到10秒。是这个话，那你们是死定了。十字路口创办人在这里。一个来，一个，快啦！一个来，排骨，再排骨，排骨，古早味卤味，古早味卤味，点得很清楚。大香花枝，芝麻球。这里什么？大香蛋、蛋花汤、汤圆。老板娘，我们可以邀请你成为我们黑队队员吗？